群泰豆浆机，清洗方便，安装滤网筛子，中间洞口对准机器连接套，旁边的小洞眼对好旁边的黄色螺丝。插电前拨动筛盆，若可自由转动则可开机，开机后调节圆形手轮往细方向，听到砂轮沙沙声音停止调节，即可开始磨浆，将黄豆加入漏斗，加入水，水微量即可，机器即磨即出无渣豆浆。